犯规！眼神！小茉莉带来 Cowgirl 的调教。天哪！哇！犯规动作！哇哦！Oh my god！ 哎呦！哎呦！哇！你看，犯规了啦！犯规了啦！犯规了！拜托。犯规了啦！这一段你们先，女生去访问他。露露，整段交给你，宪哥你干嘛？宪哥干嘛？原来还有救！不好意思。给我逮货！哇！啊，你看那个腿太过分了，哎呦！冲上去了，多少？57，五十几啦，57了，63，哇，山里面没有这个哈，山里面，哦，哎呦那个腰花，哎呦，干什么？哎呦 ，Friendo。哎呦天哪，不用！哇 ！Oh my god！ 哇，端便当盒哎，那个芙蓉啊，芙蓉便当盒哎。Oh no！点不是在女生，在男生。看点是在哦。不要跑！站好！立正！手边在后面。干什么东西？没事。来，宝贝，你这很凶哎，太少了，太有感觉了嘛，你这个。谢谢，有吗？对，当然有啊！你要找那个男生一起跳，你要找宪哥嘛？我要会挑嘛？拜托，跳什么舞啊？稍微抱一下，躺在那边谁不会？宪哥来！跳！女儿大了，现在都不方便。女儿我会照顾，没事。什么东西？其实我跟你讲，那个李敖大师说过，年轻的男人看女生看脸孔漂亮就够了。对，那中年的男人看女生就要看胸部。但是老年人呢，只要看腿就够了。所以我只要看到他的腿，其实我就已经到达顶峰。别以为前面风光好，后面还有包厢两位。我的天哪！哇！有动了！你那个心跳跳的会不会太过分了？哇！你干嘛？
一个人就搞定了。哇！绿色飙高，绿色飙高。Oh my god！哎呦！吞口水，吞口水。哇，嫩拔！嫩拔就是喜欢看人家做家事的。哎呦 ！Oh my god！哎呦天哪 ！Oh my god！ 啊哇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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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哦，不是不是，不不是，哎不是啦，我这个哎不是不是，不要先不要，你这个哦这么啊啊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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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